国王女员工背景大有来头，富士高阶进，熟识枪击犯蓝元昌，留着飘逸长发，嘟着小嘴，清秀可爱。这名24岁男性女子在营业额超过5亿赌博网站机房工作，警方周一持搜索票破获时，将她连同另两名男子一起逮捕。但经过深入追查，发现女子背景来头可不小，朱树曾是国内10大枪击要犯蓝元昌。虽然叔叔是一名罪犯，但他的父亲则是新北市高阶警官。对于女儿涉案网络牵赌集团，官父亲仅简单回应：不管男性女子背景为何，只要是违法，通通依法送办。赌霸中心台北报道。